0403大地震重创花莲的观光产业，国际扶轮3482地区第八分区访团一行人拜会花莲县长徐正伟，将号召扶轮社社员组团到花莲旅游，参加联合丰年祭，以行动振兴花莲观光。而会中双方就活动细节进行意见交流。县长徐正伟表示，0403地震之后，来自民间的温暖不断涌入花莲，对花莲的重建工作给予极大的力量。强震虽然重创太鲁阁，但是花莲仍有许多美景是没有受到地震的影响，像是海岸线的体验游程等等。此外，县府以最快速度执行灾后复原，并且提前部署观光以振兴。县府各局处持续落实各项建设，发展大型活动，推动观光相关产业及特色旅游的培力宣传。紧接着暑假更有夏令嘉年华、联合丰年节等观光盛事，花莲依旧很美，邀请大家到访花莲品尝特色美食，体验多样丰富的自然人文美景。国际扶轮社348地区第八分区助理总监陈南社朱国伟表示，希望能够为花莲重建振兴带来正能量和希望，并做出具体的贡献。百城社联绝百华社、新城社以及志成社，并且在7月20号、21号举办扶轮社家庭活动及社区服务计划联合丰年节送暖到花莲，将号召所有扶轮社的社员组团来到花莲旅游，以实行动重振观光。百城社社长当选人房云凯表示，扶轮社积极规划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花莲振兴观光的产业，第八分区将带领扶轮社的社员们携家带眷，揪亲朋好友一起来花莲支持花莲，希望能够将人带进来，把爱送进花莲，具体提升观光效应，为花莲尽一份心力。记者九眼华社报道。